呢度咧係耶利哥城。呢個是舊耶利哥城，在這裡是神叫以色列人圍著他行七日，由七日第七日行七個圈，然後整個耶利哥城是倒了的。這裡是耶利哥城，這個舊的城就是呢約書亞帶著以色列人圍著他行七日，由第七日行七次，然後吹號角，然後呢耶利哥城就倒了的。這是他其中一部分的位置。 Here that you asked what? It's just some stones, old ancient stones. Then they believed it's from the ancient Jericho. 由古老的耶利哥城留下來的一些的石頭和泥。這個是所羅門洞，這裡是所羅門洞，裡面有很多一層一層的很多石頭，即是聽說是所羅門在挖石頭出來，但其實可能不止這個地方的，因為用的石頭太多了，這裡未必夠了。這個是希律門 Herod's Gate，希律門 Herod's Gate。 這個是獅子門，可以有車入到去的，不過 是應該有許可證那些才能進去的。在這裡上面呢是有獅子的圖案在這裡的。在左右兩邊，獅子門的對面呢就是橄欖山了，就是主耶穌回來降臨的地方，我們都等候耶穌回來，歡迎耶穌回來。這個是大馬色門 Damascus Gate。這個是糞廠門，糞廠門這個是大衛的墓，大衛的墓。這個區域就是大衛城，其實昨晚見到的是大衛的行宮，這個是大衛城。國中門這裡呢就是大衛城裡面大衛的宮殿遺留下來的地方，這些的結構啊，這些牆啊，是大衛的宮殿遺留下來的牆。這裡是大衛城那裡，大衛的宮殿剩下來的外面的一縫牆，就是以前大衛城裡面大衛的宮殿。這個就是 Jaffa Gate 雅法門，雅法門。
呢度係哭場，有啲人喺度跳舞祈禱，呢啲係男人嘅，呢啲係女人祈禱嘅。呢度咧係女人祈禱嘅部分。呢度咧係聖蓮山。呢度咧係聖蓮山，呢度係室外嘅地方，亦都係呢個舊聖蓮。然後呢度有玻璃，可以望到落下低以前嘅聖蓮。地下嘅部分。